王国兴议员，多谢代主席，好多谢阿吴亮星议员咧，刚才作个发言咧，就系全面回答咗梁继昌议员咧，系质疑咧个每日嘥255,000点嚟。其实咧呢条数咧，旧年我同阿吴亮星议员咧喺拉布嘅期间都出嚟咧见个记者，公开交代到啦。如果梁議員咧，佢作為係會計界功能組別嘅咧，其實咁資深咧，就唔使阿吳議員話俾佢聽點計出嚟嘅。主席，剛才咧梁國雄議員咧，13分幾鐘嘅發言咧，大概用咗超過10分鐘咧，就係鬧本人，要本人回應。所以咧，我而家咧亦都作出一個回應。雖然咧梁國雄議員，呢位千萬議員不在席，不過我希望佢咧係聽到。代主席，我無意同佢鬧交，我亦都咧係需要回應佢咧，係講清楚嗰個道理。人民力量同社民連，佢哋爭取退休保障，我覺得無可厚非，但係用嘥市民嘅錢嚟去爭咧，咁樣嘅做法，我哋絕不能夠贊同。我哋同佢哋嘅分別咧，根本在於此。點解我話佢哋係批評佢哋係損人利己咧？那個用詞正在於呢一度，正係在於係損民自肥。我哋工聯會幾十年嚟，我哋都爭取呢個退休保障嘅制度，我哋爭取嘅方式就唔係要犧牲損害市民嘅利益嚟去爭取，我哋係努力去反映基層同埋打工仔嘅意見，進行研究、收集資料、進行分析，並且約見政府嘅負責官員，強烈進行交涉，甚至是搞大遊行、大請願來去進行爭取。代主席，你作為商界有好多年，你都看到我們工聯會呢是這樣實事求是、鍥而不捨來去為香港解決呢大家有退休保障、針對人口老化提出我哋嘅方案同埋建議，代主席。因此呢、這個就係工聯會同社民連同埋人民力量嘅根本區別。更何況呢一次69項納入嘅項目，老實講，大家在座議員睇下，我哋辯論咗所謂98個小時。當中係有18% 就係叫議員翻嚟點人數啦，扣除啲18% 嘅時間，試問我哋有幾多時間真係去傾退休保障呢？個答案係零，因為根本大家唔可以，正如主席講，你嘅發言係不能夠離題，只能夠圍繞69項。你講唔到退休保障嘅，王國興議員。主席，王國興議員，我容許你回應咗啊。我未回應完啊，代主席。呢個只係簡單回應，因為今次嘅辯論唔係講退休保障，而係講納入呢69項。我請你翻呢69項。主席，正正係我而家就係講緊69項點解要納入，而69項佢哋反對納入。在那個1000多項修訂裏面呢，我就正正指出是完全沒有時間、沒有機會來去觸及他們發動拉布要達到的目標。那目標就是兩個，一個就是退休保障，一個每人派10,000元，完全達不到嘛。所以代主席，我並不離題，完全是合題，合曬河車線。再者，在69項的1000多項的辯論的裏面，基於
是完全不可以講退休保障和一萬元，所以你又怎麼爭取呢？代主席，我還想說在98個小時裡面，我們全部沒有來提的。你是來緊提的，黃國興議員。你雖然是作出這個裁決，不過我尊重你，但我認為你的裁決是錯的，不過我又不能夠跟你辯論，因為你的裁決是至高無上。我還想說多一句，就是在這兩個課題裡面，即使1000多項裡面的修訂，官員亦都沒有回應的。所以既沒有官員回應，又沒有議員在98個小時裡面可以發言，就著爭取退休保障或者是爭取派一萬元有所表達，那不是浪費錢還有什麼結果呢？所以代主席，你不需要窒我的了，我講完的了。我希望三位千萬議員理性平心，不要以為大聲鬧人就有道理才行，講一下道理啦。多謝。